你的手我蹒跚在前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，我愿活成你的愿，愿不忘啊，愿永忘啊，这盛世每一天。山河无恙，烟火寻常，可是你如愿的眺望。孩子们啊，安睡梦乡，像你深爱的那样。啊，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，愿你所愿的永远，走你所走的长路，这样能爱你啊。我也渐渐你未见的世界，写你未写的诗篇。表坤你好，文文姐好，你好，介绍自己好吗？好，嗯，我叫刘晓坤，今年37岁，然后我是从北京来的，但是现在住在香港。有五盏灯，直接晋级，肥妈。其實你真係屬於舞台嘅喎，佢唱歌嗰個感覺，即係好內心嘅揮發。當然個高音嗰度係有少少嘅瑕疵啦，但我睇到佢係好舞台咁。你是屬於舞台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擔心。謝謝老師。你絕對是我今天的一個驚喜。聽你講話就已經很好聽，我感覺到你絕對是有訓練過的，所以你整個用聲，你一開始唱頭兩句，我就覺得哦聲音特別不同，所以就你一直唱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哦你的用氣啊、用共鳴啊、你的拍子、音準啊，什麼都是比較偏向專業的，啊，好棒，好棒。加油。我觉得你进步了很多，从上一次海选的时候，所有东西也做得非常的好，那个 belting 也做得非常漂亮。咁我觉得你嘅声音咧系充满咗温暖嘅，即系呢个咧系令到我加咗分嘅。我觉得继续去揀歌嘅话咧，专攻一啲可能系疗愈式啊、窝心嘅歌咧，应该系你嘅强项嚟嘅。好的。OK。谢谢老师。啊，你是北京来的吗？啊，我用北京的国语跟你说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其实你唱歌比较现在比较平面，点讲？平面。平面。我觉得你平面，你要再唱比较立体一点。立体。立体，真的要比较立体一点，就比把你的感情再升华一点。谢谢老师。恭喜你，五灯直入。好，下一个回合见，谢谢。